大目犍连，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而拜佛言：“我出于路，其实风雨，忧楼贫庐，妾夜挪提，三迦舍钵，旋说如来。”因缘生依，我顿发心得大通达。大目犍连，这个大目犍连呢，就是那个财主是。这个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而白佛言。我出于路啊，说我呀，最初在这个路上，其实风雨啊，在这个我其实的时候啊，遇着几个人，这几个人是谁呢？就是优楼频罗、怯耶罗提这三迦舍钵。优楼频罗啊，翻译到中文就叫木瓜林。木瓜，因为这个优楼频罗啊，他身上有一个隆起的东西，就像一个木瓜似的。他呀，在身上长这么一个肉瘤子，就好像一个木瓜，所以他的名字也叫优楼频罗了。怯耶呢是个山的名字，叫怯耶山。罗提呢是水的名字。那个水的名字叫挪提水、挪提河。那三迦舍钵玄说如来呀，在他妈讲这个如来所说的法，因缘生义所说的什么法呢？就是因缘这个道理，就是啊，因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以名为假名，以名中道义。前几天讲过了。讲这个道理，我顿发心呢，在他听这个最初，据说是舍利弗听的，舍利弗啊，在路上听了这几句偈颂啊，就开悟了，正出果阿罗汉，他回去啊，就对着目犍连呢，他家里对目犍说，我今天呢遇着几个。这个比丘是佛的弟子，他对我讲这个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以名为假名，以名中道义。啊，他这一讲呢，这个摩诃目犍连也开悟了，所以两个人呢就一起去就皈依佛，拜佛做师父。啊，有的又说是呢遇到马胜比丘。这个马胜比丘对他说：“诸法从一缘生，诸法从缘灭。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。”说这几句偈呀，他就开悟了。总而言之，这呢，他就是听他们几个人讲的因缘法，他开的悟。这是目连啊。因缘生义，这因缘生义呀、啊，就是有教菩萨法了；要是教罗汉法呢，就是浅义，它不是深义，是大乘的境界了。我顿发心，我在当时啊，我的发心就开悟了，得大通达，我就开悟就得大通达。如来会我袈裟招身，须发自罗，我有十方得无挂碍，神通法明，推诿无上，成阿罗汉。如来会我，如来呀，给我的这个袈裟招身。我到如来那儿想出家，如来就说：“善来比丘，
须发自落，袈裟招身。袈裟这个就是袈裟，他这个头发和胡须也都落了，就是剃落了。有的经上说自落，自己也没用剃，也没用什么的，他自己就都落了。为什么呢？这是佛的一种神通，佛的一种神力。佛至讲一讲说，善来比丘，袈裟招身，须发自落啊，这个头发也就都没有了，胡子也没有了啊，就做了和尚出家了。在古来的人呢，那说出家即可就出家啊，一点考虑也没有。不是啊，像现在的人呢，这个做事情呢犹豫不决的啊。那么这个木莲呢，把这个须发自落呢就现比丘相，就是成了一个和尚了。我有十方啊，这个木莲呢他神通第一，出家之后就得了神通了，他可以啊游行变化到十方世界去，得无挂碍。他得到啊这个无障碍啊无挂碍这种神通，神通发明啊，由他这种神通发明出来的，推为无上啊。他这个这种的这个神通啊是最第一的啊，成恶罗汉，他也成恶罗汉果。宁为世尊十方如来探我神力，原名清净自在无畏。宁为世尊，不单呢、啊、世尊单单，不仅仅呢、啊、单单世尊，释迦牟尼世尊呢、啊、赞叹我，这十方如来探我神力，十方的诸佛呀都是赞叹我这个神通妙用的，得到啊这个圆明清净，得到啊这个圆满而光明啊，这种的清净又自在又无所谓，得到这种的力量。佛问圆通，现在呀佛问弟子啊，每一个修道的用什么功夫得到的开悟啊，我以宣战的心光发旋，入成浊流，九成清盈，四为第一。佛现在呀问弟子所得到的圆通，我以宣战，我要宣回来到这个湛清的这个如来藏性上啊，心光发旋，我这个心里边呢发出光明来，哎，发出光明来，入成浊水，入成浊流啊，就好像啊那个澄清那个浊水呀、啊、浑浊的水一样，这个流啊也就是个水。九成清净啊，澄清久了就自然得到啊清净而皎洁而光影了，四为第一。所以啊我修这个就是宣战呢、啊、返回如来藏性啊，这种的功夫啊这是第一的。